这个就是我的家，多用的家。那么你们来到多用的家呢，我可以带着你们去看看我们花莲最夯的木古木鱼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就是在各位来白豹溪捡玉。那么我刚刚捡到的玉石，啊，有宫田玉，也有蜡光玉，啊，当然这边玉石还蛮多的哈。 这就是因为过去日本人呢，他们在我们的山上拼命的挖掘我们的石棉，结果石棉玉蛇纹石是共生的，他就把石棉带走了，玉呢跟蛇纹石就往河床里面倒，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呢捡到很多的玉石。欢迎大家来我的家，就是多用的家木古木鱼民宿，来欣赏我们花莲的好山、好水、好空气。